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师钓具的大师。今天我们是夜晚来在高雄外海的游带鱼，我们今天是用的这一支钓竿顺针钓具的浅藏海100号270，目前是使用80号的接甲，也就是大概300克左右。我们来详细介绍在这一支钓竿所使用到的配件，这里是船竿锁架套管，非常的实用，我是锁在这边啦，大部分的朋友都是锁在这里，所以你锁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船竿架锁住的地方会把高密度 EVA 给它弄坏，放在这里非常安全。那当然前后都是采高密度的 EVA 非常的好用，各位可以看见它下面有一些缠线不会有断差的设计，不会摸起来粒粒的。全竿是采用富士配件，富士座富士 LC 系列的，上面这是双脚的，它还非常贴心的设计，它电动卷起出来，这个线的斜度它故意做比较高，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说薄雨的时候凹下去会去磨到这个 EVA， 好，绝对是磨不到的。这边是双脚的，这边是单脚的。LDV 系列就是说，让这个杆子尾部的灵敏度更加灵敏，尾部这个地方它的曲度是比较大的，踩单脚的设计的时候鱼吃饵的讯号的角度是更加的棒。杆身的这个布3K 斜纹的磨绒布，对于45度的抗剪力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尾部这里是采用日本玻璃纤维龙凤尾的设计，吃饵的讯号是非常非常的灵敏，接节处这里缠的这个双线经久耐用，不容易坏掉，是这样子的。等一下来看看它的坐钓状况，这样钓竿非常的轻啊。小只的白带鱼一只，大概200克，超小的。